来看到这重要的婚姻事例，搁在市场中，本所即马蹲买150栋，阮无处理是臭毛毛。今仔西丽镇公所是派人去会勘，表示赶紧派人来清，估计明年一月底得当清了。最近是消散的粪扫，臭味一阵一阵传出来，目前已经累计超过150栋。为着今年西丽果菜市场，供应全台30%蔬菜量，每天在市场进出的车辆超过1000台。但来到市场的粪扫堆置场，会当看到，不管是日常粪扫，还是蔬果的残渣等等，拢无详细做分类，嘛造成环境真垃圾。好嘞，赶快处理啦，啊、对不对？拿出魄力来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啊臭的要命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对啊，因为这边市场的人员太多了啦，啊，还有外面的人都把垃圾拿进来。26号上午，为了解决西丽果菜市场粪扫堆积的问题，西丽公所人员前往会勘表示，市场每天生产4栋的粪扫，5栋的果菜残渣，但进行碰上外关区焚化炉税收等问题，导致粪扫外运停掉的全堆积。但现在已经透过立委来协调，为明年1月份开始。每天会清运一台大约8栋的粪扫量，所以伫咧元月开始会每天一车，然后这个礼拜的话就是会在外运3车，陆陆续续大概会在1月底之前，就是这个农历过年前，会把国菜市场这个垃圾量把它给它清除掉。西丽公所表示，后续会加强针对市场管理，做粪扫的分类达到减量。另外，目前周边嘛全设监视器，若查到民众、农民还是摊商将家用的粪扫乱倒咧遮。将提供影像送往环保局开单来处理，记者吴宁报道。